不要脸，刚才那样说对我好，爱我，现在洗完澡还都是我自己，你这样疼我爱我嘞？那不是你朋友多好吗？是吧？背过来这一套，我又不是不爱我的王。你看，生气都真好看。你知道我弟会看你啥感觉不知道？惊艳到我了，这脸蛋这身材，谁看谁不迷糊啊？你知道为啥给外边那么多人我能一眼看到你吗？为啥？出众。后来我发现你不光脸蛋好看，身材棒，你还优秀。你看我回来，你都会做好饭等我，这叫啥？贤惠。你怕我累，家里边需要啥你都会自己出去买啊，遇事果断，家里边有活你自己都会干。对，这叫脸里种的啥子？给外边我不管要啥你都会给我买，给足我面子。嗯，这叫顾全大局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说这宝藏女孩谁不喜欢？俺朋友天天都夸你，羡慕我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给我惯成这样，万一你不要我，以后谁要我嘞？我也不爱你的。我洗吧，没事。不行，我洗，你出去，我洗。抖音。